有一点年纪的阿伯，就是有一个那种温暖怀抱的那种感觉。我也属于两极，看起来是一个小孩朋友吧，练功的同伴，共生的概念，自在，这我们的根。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你都会想到这个地方有一家人或是一群人在这边等着你，只要你回来，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依靠。